我们今天玩玩这个火狐狸 Kit Fox。飞航模转场飞行，对，转场航模。这看着挺好飞，但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温柔。好轻啊，这不是泡沫的，是泡沫的。哇哦，它这个，我去，这箱子里也太空了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你看，这是一个金复印。哟，有点意思，这脚链还是这样的，脚链在上面是吧？机翼就那么大吗？它还有一尖在这儿呢，它有短一尖和长一尖，两个版本。这真机上有什么区别？性能上呗，长一尖肯定是这个滑翔性啊、升力要大呗，然后短一尖它肯定就是更灵活。磁铁的哦，快插快装，而且每个一尖上，甭管短的还是长的，上面都有灯嘞。还真是，那这个好玩。哇哦，真漂亮！涂装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它这个像真机嘛。是吧？不是，他这还给做出来那个蒙皮的那个感觉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跟这个似的。嗯。先怼起落架吧。嗯。评委那边是弄好的。对，他这个是出厂装好了的。这起落架用螺丝吗？啊，不用，插里头就行。我先比划比划。啊，还行，就这么着了，使劲了啊！使劲。哎呀，我们的飞机背景被推走了，Super Decathlon 被推走了。有飞行任务，他们要挪飞机，好像。这轮子特轻，是，这是那种发泡的，这有点，这比发泡那个密度就不是它那个细，对，这材质挺好吧？用外线，用外线，不能用外线，不能用外线没有金翼了。啊，你这还设成那金复翼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行，那给你插多少？左一，右五，然后这是一个手拧螺丝是吧？我看一下。你哪个通道没用啊？它有一个灯，灯随便往后插，八、六、七、八的都可以。这机身上拧这个，还是外侧，挺方便。哎，这样就弄上了。啊、哦，它得稍微往里边压一下。啊、哦，接上了。呀，这撑杆挺漂亮，金属加，反正拿着质感挺好的。那边的，嗯。这是这边的，我帮你打下手，一个吹笛子，一个捏眼儿，没拧进去，没拧。是吹笛子的没卖力气，还是捏眼的？总有一个有问题。真漂亮，哎呀，这飞机可以，我就冲着它这个模样，我就喜欢上它了。这飞机它的真机是一个套材机。他是 Kit Fox 吗？那个就是自己组装的真飞机。对，老外有玩这个的，这个就是专门越野飞行，比如那个带着女朋友，然后飞到一个野外的一个湖边上，然后游完泳上来吹干了，接着飞走，然后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露营。外国人都这么闲吗？嗯，人家开飞机就跟开在中国开咱们开车一样。
装了丛林轮，丛林飞机，然后咱们选择装长一点装短一点呢？短一点好看吧，装短一点吧。行，其实吧它差了，差了不少，差了一个半一类。对对对，就是如果装长一点的话可以把这个就是更有，要想就飞的升力更大了嘛，增加了一面积，然后啊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要装短的。而且它这个磁铁很方便，就是那个拔了就行。哎，那这是不是一边长一边短就能改成线操纵了？我去。嗯啊、哦、哎，就是、我没对上，我还以为反了呢。然后就是想升力大一点或者就续航长点，可以选择长一点。嗯 ，nice， 成功的声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肯定不会头轻。对，装了一个 KK One 的1500，嗯，这个飞机应该是2200应该也能装下。嗯，那、啊、漂亮，磁吸的、可以，没问题。能带下这个吗？啊，放后座拿着。你抱着就行。行。我先上去。哎，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啊。涛哥，咱们玩这个吧。来，走。这个我换了2200的，咱们再试试。刚才使着1500的，感觉有点轻。揣兜里。哎呦，我得放好像压着有点往下沉了。还行，这飞机挺舒服的感觉。这副翼的这个，就这种形式副翼操纵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嘿嘿，哎呦我去，海豚跳，我快跑！哎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感觉跟正常飞着差不多。哎，是吧？滑翔呢？滑翔这飞机好像一般吧，不是特别好。是吧？它不是适应低速吗？这个是吗？出去了，大轮能开出来？哎，还行。越野轮确实。我去。哎，我放一下襟翼试试啊。飞高点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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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放了襟翼之后。效果巨好，看，但是感觉要失速的感觉。这看着挺好飞，但是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温柔。是啊，看这个襟翼，啊，角度也可以。但是这个起飞这个感觉，对对对对，短距起降的还可以，效果。挺利索的，金斗斗你来一个，还行。这飞机不适合太慢的飞啊，我感觉，就像刚才有点太慢了的话，就并不。是不是应该换大一节？哎，有可能哎，啊对，咱们用的短一节嘛，不就是为了机动性，性能要好吗？对，有，干净利落。对。稍微就是转弯的时候补点方向舵就行，还可以。吊机试一个，没这个动力够。哇，还真能推回去。能，哦，哟，可以啊，这个。我去，不行了，出来了。这个感觉放了襟翼之后，副翼的舵效变差了。应该是多，那个行程短了吧？啊，有可能，还真是哎，是吧？
看着那个动作就没有那么的利索了。哦，我也飞出那个动作了，那挪着往上走。哎，可以，哎呀，这够了，这可以了。咱们从天津起飞，带着这个狐狸来这个沧州飞，不开机翼，开短距。周南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这开了襟翼之后，副翼跟没有一样啊。啊，这个开关是襟翼。啊。你把襟翼打开以后，然后再连一个那个副翼跟风向联动。这架飞机已经完成拍摄，现在交给周文南开始耍飞行员。这尾巴上那小灯有点抢眼，还可以。对，挺好看的。这飞机可以，这飞机关键是还挺值的。现在搞特价，600块钱。我去，又来！刚才他飞那个，我都坐地上了。我在镜头里感觉就在我的脸上过去了，在嘴里，已经进来了。再来一个，一会儿就真进来了。这玩意儿根本就可以短距起飞嘛？这不是是吧？是不行。怎么老掉机翼啊？这飞机。它有两款翼尖可选，这个是个短翼尖，它还有一个长翼尖没带过来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这样稳定多了。挂着个尾带。可以，漂亮。你的尾带没了，这能让它转起来吗？就平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呀，这个小玩意儿它确实很好看，但是飞起来可能是没不知道长一点怎么样，反正短一点有点低速的时候容易掉机翼，但是好玩就行了，而且这个精度啊动作呀、啊、都不错，这个很适合这个耍走短距飞行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得回这个啊，来两架。可以，我们得回定州了。不是，我们得回天津了。先把机翼拆了，然后走人。好，壮哥，我们撤了。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今天晚上。咱就回了。嗯。哦，给我拍着呢哈。对啊。ZRC 沧州的。谢谢。谢谢好尊场地，有机会再过来玩，有机会再飞过来玩，我送送你吧。哎呦，不用不用。
好了，本次 Kit Fox 的测评呢就到这儿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